個阿當就係一個溝女無數嘅一個男仔啦，咁就自稱蘭桂坊 USB 嘅，即係意思就係見女就嚇插嘅。我的這個角色呢，它是一個當下非常多的那麼一個例子，是一個就是很早就結婚的女孩子了。她老公出去玩了，然後她就也想叛逆一下。可唔可以再 call 你啊？你唔知道咩叫 casual sex 嗎？其實本身我都是一個蘭桂坊 USB 嚟嘅，不過真係好難得揾到個咁好嘅對手。雨琦嘅出現亦都係一個蒲後嚟嘅，即係所有男仔見到佢都俾佢哇，我都吸引住嘅。感覺上係一個蒲王同蒲後一個對戰。很火爆啊！不看的人會後悔吧？對，因為我們真的會完全讓觀眾想不到的第二部。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喜愛野蒲二，就算你有蒲定係冇蒲，最緊要跟住我阿當一齊喜愛野蒲。I've been